募款，这是知福惜福在造福的最佳见证。他们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们穷，他们天生环境啊都是穷困的多啊。我们这一群志工都是贫中之富，自己所住的都很简陋不堪的房屋啊，那可见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很困境哦。不过他们的心啊是很富有，他心宽念存，那有一个佛心起心啊，那信愿力自行，他们真的做到这一点哦，真正的把佛心为起心，以师智为己知啊。他们呢对慈济呢那种笃定的信心，那种化愿啊身体力行。心宽念纯不伤人也不伤己，放下私欲无所求也无所争，正言上人祈勉众人发心立愿，以无量悲智造就幸福人间。大舍无求嘛，好，不只是自己无求啊，我们呢不只是一次的无求啊，我们还要永恒，心一定要永恒的哈、哦、啊，无所求啦，能这样长时间呐、啊，用心用爱哈、哦，那把咱的心开大，真正的把心开大，那自然呢，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清安自在呀、啊。